相信我们很多网友都在关注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的态度呢是很清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有关做法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违背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希望美国航空航天局作为美联邦政府的机构，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尽快地改正相关错误。